被切角。对，地梯被杀出来了，地梯必须要强冲一波悟空了，一波雾都了。Newhappy 开始处理自己的无效邻居。DK， 我觉得没有，只要不被补的话，没太大问题的。好像还行，对面人的位置都清楚。是的，要打一波血，要退回来打一波血。这个时候，旁边没什么人过来劝的话，确实影响不大。是的。CDG 又去劝架了，哪怕他只有两个人，他也秉承着各种劝架的灵魂。他两个人怎么玩，其实都没什么问题。打青岛湖这种地方，有架就劝，很爽的。他绕到了雾都的旁边，雾都刚才在跟 DDT 互怼。然后停车的位置好像是会被远点抽，空间已经非常小了，因为这种时候在蓝白之间只有那么一点点缝隙，所以位置是比较好排的。看到了 ，DDT 都没想到居然他们会顶上来。本来以为已经是劫后余生了，但没想到对方只是在，用更小的代价去。然后 EMT 还在看北部，他应该想去北部最后。但 KK 这个地方更像是一个去找机会的位置，而不是一个去等圈的位置。哦，刚 CDG 等于是趴了半个阶段之后抓了一个机会。这波，因为雾都要先吃蓝圈，所以动了。这波的话也是给 Newhappy 和 CDG 刮分了两个分数。这 Newhappy 好稳啊，掉一点血就直接往后一退，绝对不给你 pick 我的机会。是的 ，EMT 我估计就是看能抽到那边，等会就往哪个方向去行进。但我觉得他去 MG 那个方向有点不太有机会，因为过点实在是太难了，太复杂了，主要是，然后周围的人又多，他应该还是会考虑走陆路，会考虑去走水路。刚出门被牙叉打了，还被补掉了。嗯。女 IP 的饭票被别的队吃了，感觉很亏，决定把 EMP 直接解决掉。全是裸跑。耶，这周边这波把 Sella 放下来了，这颗雷好像扔到水里去了啊。是的，扔远一点。我都没有看到花儿。又扔水里。还是在水里。啊 ，Sella 那位置感觉对方的道具好多，只能出来硬拼。New Happy 八个头了，北边空了，九分了，北部没有满编了，除了 New Happy 没无辜的对手，是这种感觉。是的，而且又有空投了，我看决赛圈又有空投了，我不知道好不好捡，过点很难。哦、哎，这是混烟混倒的 Line KK 啊，这是有可能是 Perro 封了左侧的烟，但是他管不了右侧的 CT 级、嗯。啊，这波 Perro 两个人马一龙 Line KK 都没了。嗯。RBS 把右边打完之后，现在来看一下左边的 Newhappy 吗？ Newhappy 这个地方还是……那你先贴到那个石头那边，你可以顺嘴舔一下这个空投，也可以。到最后的阶段啊，要先把 CDG 处理了，这肯定是要先打的。就你已经默认这个空投是 Newhappy 的了吗？因为人多，而且这个时候你看他有技能，但是他也不好补的。雷火其实也 Monkey King 那个位置要先吃蓝圈。嗯 ，RBS 等不了了。蓝圈要来了，真进了！哇、哦，他这个火攻攻的漂亮 ！OD 基本上这喷子都还没有，键盘都没有敲起来就。这 ，RBS 只剩 Monsters 了。兽爷有一波单挑的机会，兽爷打赢了 Monkey King， 直接补掉。Newhappy 吃了呀 ，Newhappy 这把又吃了二连击了呀。人数确实有你很大的，而且他们还在尽力拿分。要反超分数了，楠楠是不是又掏了个三级套？我看到了，哦，周品言掏的，周品言掏。哎，帽子打了两个，之后决赛圈不一样了。MG 知不知道这个信息？决赛圈突然变成了三打 ，MG 把人救起来，一个过点打下来，换车先秒一个，窗口这里再翻出来再打一个，对吧？这个爷爷，这波没办法了，这个不能说是救爷爷而为了救人而往外翻，而是为了求生而往外翻。是的，嗯。事已至此。